9月1日是开学日，刘诗诗特意发文为学生们打气加油，还晒出了自己的暑假作业，是她认真做的手工作品，看着像是一个箱包，图案是一只威风凛凛的老虎，箱包下还挂着一个小铜钱，网友们纷纷给刘诗诗的暑假作业打了高分。另外，刘诗诗还晒出了儿子的近照，刘诗诗晒出的照片里，小宝贝乖乖地躺在婴儿床上，身上就带着妈妈亲手制作的手工，肉嘟嘟的小手相当可爱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